啊，喂，我哋仲要表扬一个演员，佢正职就唔系演员嚟嘅，但系今次佢表现好就系即系有已经有网友赞过啦，就系罗永昌啦。佢做开导演或者系副导演，或者你间唔中见到佢曾经出现过，譬如话文雀有出现过，系咪啊？即系佢系道奇欢文喜俊。你佢会出现啦吓。今次佢就演姜涛嘅爸爸，咁佢做一个有过去嘅男人。咁其实佢出场唔多或者佢嘅又唔系话去到嗰啲口水鼻涕啤晒出嚟嗰种又唔系喎佢，但系佢又佢今次佢令人印象深刻就系因为佢系嘴唇都有演技咯系。好睇啊！罗永昌出场嗰啲戏系，即系呢啲系 side cast 嘅演员，亦都好值得我哋去留意啦。咁。都几感慨就系咧一个叫做佢演出非常之好啦，但系佢其实佢唔系演员出身，佢原来其实佢系一个幕后演员嚟嘅，咁而。班中生去咗边度咧？识做戏嘅中生去咗边度咧？即系唔讲啲人去咗边度啦，系咪啊？嗱，講開中坑演員啦，咁其實戲入邊都有一個嘅，咁都存在嘅。香港仲有啲中坑演員存在，咁啊就係飾演阿啫嘅，即係亦都係阿美鳳嘅老公啦，阿尹陽明啦。咁尹陽明即係正所謂由佢後生睇到佢而家變阿爸，唔係阿叔，咁真係好唏噓。咁但係亦都好貼合個電影入邊嗰個人物嘅 feel 嘅嚇。我又唔觉得佢变化得好大啊，佢都仲系有啲寒冰嘅影子啊。但系阿 Thomas 系咪对佢嗰段其实特别有感觉，即系咪感受，即系有啲感受咧？即系因为我反而唔系太有留意呢样嘢，你一讲完我就醒起，系其实都有啲意思嘅，即系佢同阿仔，即系同阿子谦嗰个对白系。一套戏好唔好睇咧？某程度其实都系观众。你睇到個內容，你要有共鳴噶嘛？即係你一套講年青，都係有一，我估有一半篇幅係講年青人嘅電影咧。你裏邊即係你寫年青人嗰種心態咧，你都要啲年輕觀眾共鳴先得噶嘛。咁佢裏邊有個對白就係講到阿啫飾演個子軒就同佢個老豆講嘢啊嘛，就係講話即係我哋細個做錯嘢嘅時候，即係你就打到我飛起，但係啲大人做錯嘅時候點解唔識講對唔住咧？即系我估唔到，即系一套即系暂时政府融资嘅电影都呢啲对白仲可以出现到，因为呢套对白咧其实都好反映到而家年轻人嗰种心境嘅，我觉得系。呢、这个连呢、这个对白都要对号入座嘅话，咁我觉得真系冇唔能够再拍任何嘢噶咯。因为其实好惊嘅，即系而家咧睇大陆嗰啲审批咧就系。佢要控制你嗰个意识形态啊嘛，所以佢可能就系有好啲对白，可能你讲得爆少少嘅，跟住又要你剪走佢啊咁样。所以你而家你睇好多嗰啲合拍片咧，即系你发觉嗰个剧本甩头甩骨咁样咧，即系好似有啲嘢你想表达，但系又表达唔到咁样，又冇表达到咁样，即系唔知系咪因为大陆嗰个审批嗰个问题啦，即系你神探大战有呢个问题啦，咁跟住之后明日战记又。剪走咗十几分钟啦，分分系直头有个主角一啲屋企嘅本钱系成段冇咗啦，系咁你对于套戏个影响有几大咧？其实我都几担心嘅系，佢要合拍片先至有，系咪啊？即系如果融资就唔会有呢个问题出现啦。如果融资咧，就我睇过佢嗰个申请指引咧，佢就冇要求申请嗰时候要交晒成个剧本嘅，佢只系要你交嗰、那个。planning 啫，即系你要证明你嗰个 plan 系，即系你申请嗰样嘢系，即系你要喺商业上系可以成功啦。咁但系事实上就唔系套套都系咁嘅。你一样的天空都揞咗200几万啦。咁我绝对唔觉得呢一套戏系，即系一个商业一个成功嘅一个例子啦。即系乜嘢都系佢讲嘅啫。就嗱，我觉得操控呢样嘢其实就当然就系交咗喺电检嘅手上啦。即系你出。唉，你而家系分分钟啊！你而家话最近咪有个嗰啲学生嗰啲动画作品个画面上面出现咗嗰四只字就已经话要成，已经话剪啦，已经话要系，即系你唔剪我系唔出得街啊！即系你控制嗰个意识形态系可以控制得好恐怖啊！暗房夜空啊嘛，嗰套其实系金马奖最佳动画短片啊，佢本来系即系叫都会大学啦，前公开大学啦。
咁就一班學生嘅得獎作品嚟嘅。咁之前咧都擺咗，其實公映得以前係有公映過噶，冇問題。咁啊，當然而家就因為有啲其他個好法例通過咗之後咧，就會好嚴啦。咁而都會大學咧，亦都好識得做啦，即係咁啊，即刻落架啦。本來呢套短片咧可以喺 YouTube 度睇到嘅，咁啊，所以新形態大家都要睇路啦，就係呢個。即係我覺得起碼你寫劇本嗰陣，你要有勇氣先咯。即係你覺得嗰個對白應該出嘅，你咪出咯。即係你唔好一開頭你就就住先咯。最多你咪拍咗出嚟先咯。你之後你送電檢嗰時候，發覺佢要剪嘅，你先諗下點處理咯。睇翻 credits 咧，呢套戏咧编剧，我觉得谭秀慧都系编剧系嘛？係。但佢都有几个助理编剧嘅，见到其中一个就系阿张燕琪嘅，我及到咯，即系张燕琪就哦，系一秒拳王嘅其中一个编剧啦系啊，我冇反而冇留意喎，即系助理有几个助理编剧嘅，即系都吓。咁系三跟住个佢。嘅，系哦，啊。咁应该其实大家都系即系喺个大纲上面再喺度细执人物嗰啲描写，同埋嗰啲执嗰啲对白咯吓。咁好后生喎，因为其实张燕琪我都知好一个都系一个好年轻嘅编剧嚟。系啊，你都知道其实即系香港电影咧，编剧系一个好弱嘅一环嚟噶嘛。即系你见到一啲唔系做编剧出身嘅做编剧，或者可能系啲编剧出身嘅走去做导演，但系个效果可以系好核突嘅吓。就唔讲边套戏啦，唔讲咩人啦吓。咁我哋可以講翻啦，其實咧，阿 Alice 咧有提及，我哋啱啱都有講過嘅，咁啊，即係我哋再 remind 翻啦，就係、是、個結尾嗰個演唱會啦。跟住其實我哋覺得個製作個規模咧係，嗰度應該用咗唔少資本，即係錢嘅。嗰度係咪海洋公園咧？嗰、那個位，因為我睇 end credit 冇留意，但係我覺得個場係似海洋公園嗰個表演場，因為之前我睇 JR 就喺嗰度睇嘅，因為嗰啲位有啲似，咁都唔平嘅喎。如果係嘅話，其實都。即係我睇過佢個，即係有啲消息就係講到話，佢嗰幕咧應該就係佢係透過疆土嗰個歌迷組織咧，其實佢就招募咗幾百個嗰啲臨哇！時演員入嚟演嘅係。咁我相最信愿意。佢哋演嗰幕咧應該就義務嘅，我覺得係。但係咧佢哋應該係有接收嘅，包括就係佢哋有件嗰啲工作人員衫嘅。嗱我。即系我睇完戏之后，我去咗嗰间名发茶餐厅啊嘛，咁都见到有唔少嗰啲姜妈啊、姜糖啊，即系入去喺度打趸噶嘛，即系带埋嗰个晴天娃娃嚟度影相啦，就有唔止人系着住即系嗰个方程演唱会嗰件工作人员衫噶系，咁同埋有人系带咗嗰个方程嗰个应援灯系，咁我相信嗰件应援灯应该都系其中一件礼物嚟嘅，咁我觉得啲粉丝。你攞到啲咁珍贵嘅嘢唔使钱啊，甚至乎你贴钱啊，扑去做都制啦，就即系我觉得钱唔系其次，系佢最重要就系佢拍嗰场景，佢系真系有心思咯，即系起码佢嗰啲衫啊、banner 啊、横额、应援物，佢系真系做到足嘅系。冇 hea 到咯，总之你见到嗰场嘢绝对不 hea 咯，即系我相信其实粉丝动员能力同埋，即系我佩服佢一样嘢嘅，佩服姜糖嗰个应援能力，即系除咗应援能力之外啦，咁我觉得佢哋嘅凝聚力又强啦，同埋嗰个我觉得其实可以放心交呢个场口叫佢哋帮手咯。嗱，即系题外话啦，因为之前睇阿。A.K. 拍一套电视剧《死角》，其实系改编自漫画嘅，好似曹震，唔知曹咩，等下睇翻先嘅漫画嘅。咁佢有一场咧，就系一个拳赛，咁佢亦都系需要一啲观众，咁但系咧，佢亦都揾咗 A.K. 一啲 fans 嚟帮手做嘅。咁我觉得呢个系一个善用 fans，即系大家唔系互惠互利啦，即系大家互相帮手啦。其实即系大家知道嗰个制作费有限，咁讲真，你知唔知请一个？得嘅其實真係好多錢嘅，咁既然其實咧，如果我覺得咧係為就係 fans 又可以幫偶像手啦，亦都可以見到佢啦，最緊要就係咁，同埋佢哋會落力啲，我覺得佢咧絕對不 hea 咯，即係有時我哋睇電影咧，咪有啲 fans 即係 hea 到一個點嘅做到，但係呢啲 fans 絕對係唔 hea 嘅，你睇電影咧，即係我睇戲入邊睇，我係嗱呢啲細節咁衰嘢我都有留意嘅，其實，哇佢哋真係好落力吶喊，我覺得佢哋真心。系真心支持嘅，咁
呢、这个已经系令到个观感上咧，系已经非常之唔同啦。嗱，舉多個例子咧，就係阿 J 咧之前去拍嗰個人類群星閃耀時嗰個 MV 咧，又係 concert 噶嘛，又係揾咗幾百個 fans 嚟做應援噶嘛。算唔算新形态啊？呢啲系。嗱，我開頭我都會質疑嘅，即係究竟點解啲 fans 咧會即係會自己貼錢去做啲應援物嗰啲嘢咧？即係開頭話，喂，呢啲嘢唔係應該係即係 Mercurial 做，唔係應該 UTV 做嘅咩？但係。即系我从另一个角度嚟谂，即系你几年前你社会运动有几多人做应援咧？超多啦，我觉得系。即系如果你落去游行嘅话，其实基本上你系唔使带任何嘢，其实你都可以攞到好多嗰啲应援物噶嘛，包括食物啊、物资嗰啲嘢噶嘛。即系某程度，你而家嗰啲粉丝其实去，即系佢自己出心出力嚟到去帮佢个偶像收，其实。即系佢嗰个动机其实同你几年前其实都系一样啊，只不过投射嘅嘢唔同啫嘛，系咯。系咯，即系好单纯，即系所以唔需要谂太多嘢，都不用谂太多嘢。即其实一套文艺片咧，即系呢套真系文艺片嚟噶嘛，其实系，但系都有呢个成绩啦。虽然你可以话，因为好多姜糖包场咁，喂，即系我真系好衰噶，我唔好想攞翻嗰套嚟讲。但系事实上，大家啲 fans 嗰个数量都差唔多，都系咁狂卖。嗰套收700万，呢度咧4日收1000万。喂，嗰套讲真，我都讲过啦，除咗个主角做得好之外，其余都系好唔得，真系唔掂。啊，Promise 事后都睇翻啦，系咪先？你都觉得好唔掂啊，套嘢，即系又悭水悭力，即系有700万，我真系已经觉得系豪俾你噶啦都。喂，你睇最后嗰场戏，其实都系唱歌跳舞啫嘛，但系两码子嘅事嚟嘅。你嗰套咩女团系拍到佢幕后嗰啲制作系甩头甩骨嘅，系。系真系唔掂。咁但系呢套唔系咯，即系认真的。咁你可以话，嗰度冇乜钱，喂，冇乜钱你都唔好搞，你都唔好咁啦。其实即系个剧本又，唉，真系。总之其实好多地方都睇到你摇晒头，即系甚至连佢啲 fans 都承认，其实套戏真系好难睇咯。但系唔系因为要捧个，唔系因为系自己偶像嘅处女作，其实真系，即系佢哋都觉得好撑，但系真系好难睇啊嘛。但系阿妈唔系，阿妈系就算系街客咧，即系事实上。兩位都係街客啦，係咪先？即係都唔係 Mirror fans，亦都唔熟悉佢啦，係咪先？咁所以都覺得收貨，咁呢個已經係好大嘅分別咯，係。所以都係嗰句啦，都係其實都係歸翻一樣嘢，就係、是、你套戲好唔好睇，就係、睇你有冇心去拍咯。睇有冇心去拍，睇下嗰个经理人公司即系审批嗰个剧本嗰个时候，即系小唔小心，我觉得呢样嘢都好重要嘅。即系尤其是你而家啲 Mirror，即系而家休息紧啦，即系我睇嗰啲新闻都讲话，即系而家喺即系喺个休息嘅时期咧，即系嗰啲镜仔有啲系而家系走去进修，即系学戏，我觉得呢样嘢系值得欣赏嘅。即系休息嘅时候，其实就应该你要做呢啲嘢嚟到去。即系嚟做装备自己咯，就系、是、即系有啲人就系睇你青靓白净，就系得个样，即系好似冇实力啊嘛。有啲人总系会有啲 hater，总系会咁样讲嘢。咁你咪而家咪装备好自己，即系去证明你系即系一个有实力嘅一个 artist 咯。喂，我都有啲嘢谂到啊，就系、是、咧，我觉得呢套戏咧，即系作为一套商业电影，佢商业啦，即系商业电影啦，即系要赚钱啦，又满足到偶像啦，各界需要啦，即系其实简单嚟讲，其实套戏咧，见得人嘅系，即系拎出去海外睇都其实都唔失礼嘅，因为佢真系唔系甩皮甩骨嗰只啊嘛，系，咁我觉得其实已经唔令人老鉴都已经系见，即系摆得上台嘅，但系仲有一个好。可能另一個意義就係咧，佢呢套戲雖則係一個戲劇嘅作品，但係其實佢多多少少都記錄咗鏡仔冒起嘅記錄咁樣咯，即係姜濤啊、劉映婷啊，佢哋即係第一次領銜主演嗰只戲啦。因為呢套戲其實一個好好嘅記錄嚟嘅，甚至係記錄咗一啲社會上一啲發生嘅事，即係香港社會即係近幾年啊開始有呢、這個。大型追星活動，喂，你諗下我哋最上一次大型追星係幾時啊？喂，黎章、劉國啊，幾多年前啊？我諗30年前啦，係咪啊？即係已經係一個 gap 嚟，30年，即係一個山河變色啦，真係都。咁但係呢套戲就我覺得就有一個好好嘅記錄咯，會係即係你諗下，即係以往港產片有啲咩
有啲咩关于包装偶像明星嘅电影，你会记得咧？除咗呢个 Diva 之外，谭咏麟嗰套咩歌者恋歌？系啦，喂，再耐啲啦，我谂起呢个系啊，歌者恋歌同期咪有套叫做咩啊？死啦，阿罗素有份做嗰套叫咩啊？死啦，歌舞升平啊，歌系咪舞歌升舞平升？系歌舞好升难平，睇喎，大佬嗰当套年嘢。唔受得。喂，仲有一套传闻系上个一日就落画嘅《老震震天王巨星》，啊，我都冇睇过，可能个敲会都唔存在啦。即系呢啲，即系嗰啲，即系叫做即系一日即刻消失不见，或者系唔收得嘅，系以往有拍过嘅系，但系因为即系好多种元素之，好多种原因之下系唔收得啊，唔受欢迎咁啦。但系而家呢套阿妈有咗第二个，完全唔系以前嗰回事，佢系真系揾个受欢迎嘅歌手或者系明星去做戏，而佢又真系受即系受落噶喎，系，所以我觉得其实佢都系记呢个系一个好嘅记录嚟咯，即系唔系讲唔整止讲下记录呢个 Mirror 系记录咗一个香港娱乐圈或者系一个娱乐圈啊艺人界嘅一啲水过流行嘅痕迹咯，呢个系嘛？你过多几年睇翻，可能真有另一番感受嘅会。我突然间谂起《假冒女团》算唔算？喂，都系讲咩啫？都系讲造星啫，系咪先？虽然嗰套真系 hea 到一个点。咁你话镜仔嘅，其实即系衰啲讲啦，唔系衰啲讲之前，即系其实我系期待AK 嗰套嘅，即系同阿白灵姐姐嗰套咧，即系 MM2 投资嗰套，我觉得系另类嘢嚟嘅，我就好期待睇另类嘢啦，因为一套恐怖片。又系阿系美啦，姨呢、啊！这个美我唔知喎，唔系啊，同埋佢系点解我咁期待嗰套咧？即系我想睇佢哋有接另外一类嘅题材啦。之余咧，其实谭咏麟姐姐喺入边咧系会饰演一个好神秘嘅，即系其实系谭咏麟姐姐应该系挑战一啲比较阴暗嘅角色。谭咏麟姐姐演阴暗角色，你都知我哋噶啦。系啊，70年代、80年代、90年代长大嘅都系睇谭玉英姐姐噶嘛，咁所以就好期待啦呢样嘢，即系70后、80后、90后都系好期待呢样嘢嘅。即系其实我觉得之后其实都好多嘢睇，因为其实真系系山如洪，即系好多港产片竟然会涌出嚟。其实突然间有一套我睇到咧，我唔知系咪合拍片咧嗰套，系由久违咗嘅冯德伦、郑秀文嘅。做男女主角系张艾嘉导演嘅，9月上套戏系。唔怪之得。前排阿舒淇弹咗个 pose，话阿洪德伦复出啦。系啊，其实都系值得留意嘅呢样嘢系，即系我觉得好似会多翻一啲港产，我唔知系咪港产片咧，其实我真系唔知。但系你至少咧系一啲香港嘅演员，你会认识佢哋。咦，好似多翻一啲嘢睇啦，而家系，咁我觉得都系一个值得鼓励嘅，因为如果你睇翻 Mira 咧，佢之后咧，Mira 成员有关嘅电影咧，未上画嘅应该有6套咁多嘅，咁包括就有一个过时过节啦，有一个Eden 同埋一个 Anson Low 啦，有毛舜筠啦，忽然心动 AK 啦，死尸死时44有吕卓安同埋刘颖婷啦，有阿郑中基嘅套戏，好似又有毛舜筠嘅，7月翻归AK 啦。跟住姜涛就去美国拍咗套台湾片，就系、是《我的天堂城市》啊嘛。仲有一套就系阿 Lockman 嘅命案咯，嗰套就系郑宝瑞嗰套新片啦。你数漏咗，仲阿 Stanley 同阿郑丹瑞嗰套。哦，嗰套系嗰剧套嚟嘅。电视剧嚟噶。Sorry，Sorry。So far 你睇堆戏咧，应该都唔系合拍片嚟嘅。喂，AK 咧嗰套忽然心动咧，系应该摆一段历史，到而家都未放出嚟，我觉得有啲 有啲奇奇怪怪咁啦，个 feel 系。因为其实而家我觉得啲合拍片咧，我谂其实香港啲自细资深嘅制作人咧，都明白系咩回事啊。有时唔系你想拍，你想就你就范晒，都未必有得你拍啊。而家系。我同意啊，其实真冇得拍啊，其实上面而家其实都好差，其实都系啊，你就算你跟足晒佢嘅游戏规则玩，你都唔轮到你玩，因为你又唔系佢哋嗰边人，点解要？
点解要俾个饼你啊？点解要俾你拍啊？你请问你系乜嘢新鲜萝卜皮啊？你唔好以为你系香港人，有以往有咁嘅经验，翻大陆都好馨香喎。而家唔再系以前咁噶喎。同埋真系噶，你随住呢个时间同一个世代不停转变咧，新嘅嘢会不停涌出嚟，系真有变噶。你再继续喺度玩嗰啲咩合拍嘢落去咧，其实咧莫讲。即系其实成个世界都系喺度抛弃紧你嘅，其实系。你个合拍片，首先第一就系你拍之前你个剧本要审批啦，第二就系你拍完之后过嗰个审批，你唔知要等几多时间嘛，又唔知要改几多嘢，到你过咗嗰个审批啦，你又唔知等几耐先至可以喺大陆啲戏院上画。其实，即系对于一个投资者嚟讲，你唔即系你抌一笔钱出去，你唔知几耐时间你先回到本咧。其实是很恶搞的，你明日战机你现在都情况都不乐观的，即是大陆票房又麻麻地这样。是。刚刚讲明日战机呢，讲真虽然我不是对套戏有兴趣，但是呢我留意到一件事，因为呢我上网就发觉呢台湾有些媒体呢就写衰顾天乐，写去咩呢，话他块面面淡，话他整个容嚟，话他不是好像以前初出道那样，好奇怪，无啦啦做乜写顾天乐，原来就话哦，因为他在明日战记做宣传呢就不停地去求人哋去睇佢套戏啊，话佢又落泪又剩，但又话佢个样淡咗啊，整个容嚟啊，啲 fans 好痛心啊，我心谂喂，香港呢边都未咁讲法，点解无啦啦你嗰边会咁敏感呢对顾天乐？啱啱就因为明日战记上画啊嘛，我就怀疑系咪嗰啲染红咗嘅台湾媒体呢就故意去做嘛。做假新聞咯，是不斷係傳出啲消息咯，其實好奇怪，係呢幾日傳出噶嚇。咁、但其實係啊，係咯、啊，但其實古天樂個尊容我哋不嬲睇開啦，佢有冇整過我哋？我哋知啦，係咪啊？佢個樣係咪已經係硬到唔可以再硬？咁我哋都知道啊，係好明顯就係呢個係對人又對事咯，好明顯係針對套戲針對佢咯，係。你有睇到都知啦，佢突然间消息传嚟话大陆唔收得，又话大陆有一套唔知乜鬼戏啊，乜月球啊嘛，咩鬼月球，系啊，咁就话收17亿啊，嗰、那个无谢贤华嗰个特技系非常差嘅，但系都收得啊。然后明日战机系谢贤华咧，突然间话佢好低分，就话又话佢拍得差，又话佢故事唔好，又乜又乜，咁好奇怪，突然间出晒呢啲咁嘅新闻出嚟。咁但大家都知道，其實《明日戰記》係真係嘔咗好耐，亦都我絕對相信係古山用咗好多心機，而且亦都有朋友睇咗優先場噶啦，《明日戰記》佢哋話咧，係、那個劇本真係麻麻地，但係佢嘅特技係你想係你意想不到嘅咁厲害，即係佢話哇，原來香港係可以拍到呢一類型嘅。電影嗰、那個質素、那個 CG 係追得上去嘅，即係佢分鐘鐘好過一套荷里活嘅 B 級片啊！即係你要知道，其實係好困難嘅，喺香港拍一套咁嘅戲。其實我哋睇 trailer， 我哋都話：哇，睇其實都唔差喎、啊，佢特技見得人嘅，其實真係出得去見到人。咁點解喺呢個時間會咁多咁不利嘅消息會傳出嚟咧？好奇怪咯，其實係咁我只是想說現在不是以前的光景的了，我們也都留意到很多導演現在回來香港拍，因為上面真的好像你這樣說，你根本沒可能拍，其實根本連上面的導演呢，連大陸導演都不知道怎麼拍，你香港人你怎麼跟他玩他的遊戲規則，因為連上面的導演都不懂玩了已經。同埋你很明顯看到啦，阿古天樂沒有得罪人，為什麼有人故意想得罪他先，是要玩玩借你啊嘛，想因为想你赚唔到钱啊嘛，呢啲就系大陆嗰啲手段咯。咁明日战记几时上话？8月25号。25号，哦，即系再隔多一个礼拜。19号有优先场啦，咁我都可能。Thomas， 你知唔知明日战记有冇抽到个配额喺台湾播啊？嗱，合拍片就应该未知道。未知，可能要到。出年先啊，因为今年好似个额都佢都冇份咋，系啊。咁咪我唔知系咪啦。咁如果抽唔到嘛，咪睇下 Netflix 用几多价钱嚟到去买嗰套戏咯。因为你知道Netflix 其实买好多戏，就好多戏都好渣噶嘛。你知道系，即系佢抌好多钱拍，但系拍出嚟系好渣噶嘛，系。系啊，喂，你哋继续挨埋波兰嗰套咩啊？365 day 嘅第三集。
嗰个会睇嘅，教到最快速去睇咯。搞快速去排睇埋佢啦！你既然都挨咗两集，唔争再完终结篇啦，系咪先？咁唉，其实真系讲到好好唏嘘嘅，即系好似你好似啱啱我哋都讲啦，大片你只有能够用合拍片嘅形式去拍啦，即系6000万以上咁，但系佢又可以玩到你飞起，即系好似喂，其实咧，我想讲咧呢、這个雍子光嘅风再起时咧，其实我而家都未知道嗰个上映系边一日咯。公映日冇咯，仲未有咯，嗰、那个佢期。排佢等大陆排期啊嘛，你话系咪死啊？其实系套戏已经摆咗咁耐啦，已经佢又唔可以香港上先喎、系咯，佢又唔得喎，而家系大陆、啊，你点知佢？佢都知佢得闲封下呢、這个，封下嗰样，又咁啊，系啊，又啲期又喺同度埋褪佢褪褪褪都褪。佢唔会派去十一黄金周啦，系咪啊？梗唔会啦，咁唔爱国呢啲戏系咪先？虽然唱衰啊！嗱，唔系，但呢套戏系唱衰港英政府。嗱，睇下嗰时港英政府统治下嘅警局几腐败，系，哇，肯定系呢啲咁嘅衰嘢啦。佢哋系，即系我佢哋啲 concept 好易谂嘅啫。而家系就啦，只有单一嘅啫，即系单细胞动物一样咧，单细胞生物一样咧。你知佢哋谂嘢净系一样嘢嘅啫，唔会有双向嘅。其实唔好谂得佢哋太聪明。咁呢个其实所以咪唔会放，梗系唔会审十一黄金周，审黄金周梗系判，梗系放啲外国片，又唔知点解又弹套唔知乜鬼出嚟，系咪长津湖第三集啊？嗰啲人仲未死晒啊？咁即系我哋由阿妈讲到，即系对于呢个合拍片嘅感受啦，同埋睇到而家香港嗰个前，即系嗰个电影前景虽，即系虽然我觉得系困难嘅，真系困难，但系至少你见到都要有喐下。真系算托赖噶啦，即系条路点咧，就系睇大家咯。其实系即系人哋韩国电影点解咁成功，都系嗰句啦。佢政府真系俾咗好多钱嘅。咁你而家香港个融资计划虽然真系所谓真系好少钱啦，但系至少叫做有好过冇咯，那个感觉系。系啦，咁啊，吉，同埋始终都我系 concern 个剧本水平同埋你拍摄嗰啲制作嗰个细致度咯，因为你而家即系我哋好多时你接触外地嗰啲剧集啊、电影啊，即系佢哋嗰个细致度已经系做到咧，系你好难喺个画面上就睇到嘅穿崩嘅，即系如果你睇翻你港产嗰啲作品，你仲系咁多穿崩嘢咧，我就真系接受唔到嘅系。因为互联网嘅发达啦，系啦。咁所以就拍啲嘢要细致啲啦，同埋即系你点样改善嗰啲编剧嗰啲待遇啊？你都要俾啲编剧好啲嘅待遇，你先吸引到啲人才入嚟帮你写剧本噶嘛。即系呢个就系我哋对电影嘅前景啦。虽然我即系我都除咗睇即系睇外国戏之外，我都想睇翻啲。即系我都想睇港产片嘅，其实即系我始终我都生活喺个地方啊，我都唔想，我真系唔想睇埋啲好奇怪嘅戏咯，例如嗰啲系咩？唉，唔知啊，即系上面嗰啲好奇怪嘅戏，我真系唔想睇嘅，其实，咪一样的天空咯，唉，嗰啲真系实日超佢，咁系啦，呢个礼拜真系讲到嚟呢度啦，咁喂，下个礼拜其实真系唔知会点啊，因为开始电影节啦，大家都开始繁忙啦，咁有可能下个礼拜会。啊，其实下个礼拜我想睇嗰套韩国片嘅，佢哋有啲人睇完优先场话，即系你睇到韩国片嗰个剧嗰个题材多元化嗰个厉害之处，即系系咪嗰个咩咩硬教？我成日个名佢真系好奇怪，咩咩祖外带宗之外，交战外星人。即系啦。但系原来有啲朋友睇完优先场出嚟话咧，套戏系讲咗啦，上个礼拜都话系佢系分上下集，但系佢话即系你冇谂到。咁嘅题材都可以塞埋入去嘅喎，其实系啊，Thomas，你系咪未睇啊？优先场都未睇。未睇啊，系啊，我都未睇。咁我应该尽希望我可以抽到时间去睇，因为其实佢都几长，140几分钟好似。但系我想睇下佢点样玩呢个题材啦，呢一样呢类型嘅题材，而玩即系优先场嘅 feedback 系唔差嘅。咁所以咧，睇下我哋抽唔抽到时间睇同埋讲啦，因为大家电影节都好繁忙啊，要睇夜场。咁到时，我哋不如咁啦，如果我哋录唔录音都喺个 page 度同啲人讲翻啦，因为我第一次收 PM，即系我哋收到 PM 有人话问我哋点解两个礼拜都冇接，原来真系有人 care 嘅。咁我作为一个负责任嘅主持，我哋都会喺个
Facebook 个 fan page 度讲翻，喂、哎、呢、这个礼拜其实我哋都有节目嘅，咁 即系或者我哋唔录，我哋都话翻呢个礼拜其实我哋都休息嘅，或者系真系冇时间夹唔到咁，系啦，我可以做呢样嘢嘅，其实咁大家就唔使咁迷茫，咦？究竟其实你呢个礼拜有冇啊？咁当然其实都系有关方面，你要 upload 到上去啦，你 upload 唔到上去，我录完都冇用噶，系咪先？好啦，呢个礼拜我哋就讲到嚟呢度啦，拜拜。拜拜。拜拜。